我看到你，其他就有买啊。最好了，你是印尼还是越南？我们是越南啊。越南对啊，这个吃味道最好的。这个可以再跟那个蜜蜂啊。可以啊。可以蜜蜂再混合一起的，可以吃。可以啊，吃豆浆吃米浆，吃那个鸡都可以放咖喱嘛，咖喱饭。咖喱的。对啊。印度的人呢，他们正常的用这个的煮那个煮鸡啊，煮那个牛肉。都可以啦，他印度他没有在看医生啦，他们都吃这个，他们没有在看医生，什么病嘛，吃胃肠啦，还要准备什么东西？这个吃胃痛啦，吃肝病啦，肝啦，肝不好啦。酒喝太多有没有？吃这个都很好。主要治治了胃痛而已啊，不是治肝啊。肝也有效，也有一样的。真的吗？肝也是。我没听说这个黄酱可以的治。看得懂吗？这个，你看得懂吗？看得。哪一份回去看啊？这个里面有五张。一张而已啊。五张啊，一份啊，上面都有写的。这个你有没有的、没有加那个黄酱啊？没有，你要喝吗？弄一个给你喝，加黄酱给你喝喝看。好喝吗？好喝，加黄酱哦，很好喝。这个吃太多也没有关系啊，咬一咬就好了。有苦吗？试试看啊。不用问了，先喝喝看就知道了啦，不要问。你喝喝看啦、很好喝。哇，好热。啊。热。热啊。咬一咬等一下就冷了。好像你也在这里也有啊。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油，为什么呢？黄黄的。黄黄是这个鸡的油啊，油啊，这个土鸡啊。这个什么？红枣。红枣干红枣啊。哎，对，红枣，这个哪里有？不是啊，这个是油啊，这个油，这个鸡的油、啊。早晚两餐吃都没有关系的、这样哎，早晚这样，可以开水就好，可以开水，可以开水就好。来，吃火螺笋，拿着要送过去，吃瓜饼，吃卫生饼来。哦，这个要煮熟了才没有那个没有有味道了。啊、这个有味道了，很难有吗？难喝了。还好啦，习惯就好了。对，有病的要忍耐吃可以。对啊，忍耐吃啊。你们在这里有没有那个黑黄酱啊？黑酱啊？没有黑酱。全世界哈、公认哦，全世界公认它是姜黄，它是叫它的姜黄素，它做药啊是用姜黄素，没有黑什么素都没有。吃火螺笋丸，吃肉松龟甲，吃瓜饼，吃卫生饼，哦，嗯，有那家不？那你家鸡汤哦，我请你拿来。鸡汤还是两份的。啊，我这啊，两份的。我无滚，我无掺粉，啊，你哪去掺？我再掺粉。啊！你小心点吃啊！我这红吃水大呀，
你看人家的啦，啊，就是讲欢喜到哦，无其他鬼介看，欢喜哦，互人食一下烧的安尼。啊，你餐厅嘛，可以去啊，你不要参观啊，太苦了。餐厅哦，谢谢老板，我回去啊。啊，你不要开车。